Today's Words of Wisdom, The Mystery of Human Conceptions, will be presented in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honestly,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Hong Kong 由260个美丽的岛聚组成，这个地名来自香港岛上的石牌湾，翻译过来就是芳香的港口，灵感来自于在石牌湾交易的芳香木料和芬香。香港亦以演艺事业闻名于世，尤其武术最令人称道，有几位在荷里活家传户晓的演员呢，都是出身自香港的电影圈的，例如李小龙、周润发、成龙、杨紫琼、李连杰和张国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香港就有四座。而不久前2006年的11月，来自香港的张平路博士荣获故事和平奖，表彰他医药和学术方面的杰出贡献。由于许多真理追求者的诚心邀请，青海无上师曾多次造访香港，分享他的智慧与见解，让大众更开悟，更了解上帝的天国。2000年的爱海之旅，青海无上师再次接受求道者的诚挚邀请而来临香港。我们现在邀请你聆听这一场睿智的开示，意念的奥秘。青海无上师在1989年9月23日讲于香港。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ne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像我们这个世界，到目前呢，还不是真的很好住的世界。我们当然很疼爱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很难很难得造得出来，就我们应该珍惜它，应该疼爱保护它是对的。不过像我们现在保护是不对的，每个国家就管自己的国家，每个人管自己，每家庭管自己，不管别人的话，恐怕我们的地球越来越丑，越来越被利用到底，没有新鲜的材料能够再贡献我们，因为我们用太快了，他们来不及讲东西给我们用。所以我们看有很多国家被所谓的战难啊，被那个饿死啊，灾难啊，或是东西不够用，有的国家东西太多，有的国家东西不够用，然后东西不够用的国家去想去抢那个东西很多那个国家，才变成很多灾难很多战争。如果每个人像我们的同修修观音法门的，就不会有发生这个事情了。他们每天打坐嘛，2个半小时就心就静下来了，他每天能够跟最大的宇宙的力量沟通啊，收他的恩典啊，收他的执事、啊、收他的慈爱啦、啊、收他的洗干净业障那个力量啊，所以他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好。他有受戒了，受五戒就不能杀生，不能伤害别人了，不能做任何伤害别人的行动的意思，并不是说杀害而已，伤害了，不伤害任何的众生，包括动物、草木，啊，
如果他受这个戒律很清楚，当然他不会想伤害你了。然后他受不偷盗的戒律，他知道很清楚，因为他有他的师父告诉他为什么偷盗不好，他深深了解，因为他自己里面有得到大智慧，所以他了解更深深了，更明白了，不是口讲我持戒，我就不杀不偷不妄语不喝酒这样就好了，不是，他又有那个内边的智慧开悟了，所以真正的了解不该做的事，真正的知道该做的事。多数的人很想持戒持不到，很想做好事做不到，因为没有深深了解做好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做坏事有什么正的影响，影响自己怎么样，影响别人怎么样，他都不会很深深的了解。只有开悟的人呢、才真正的了解持戒是怎么样。所以像我们同修修观音法门，受这个五戒啦，不伤害不杀害别人呢、而且要放生，要帮助别人，要施蔬菜，因为要保护动物的那个生命啊，连动物它也保护，何况人啊。如果能收这个戒律啊，当然他不会变成打仗的人，他不会去占别人的国家财产，不会伤害到别人的生命了、然后他不偷吗？他知道珍惜自己的财产，他知道知足就满足了，他不贪心了。不过这个不是一讲出来就能做得到，开悟才能够真正的做得到。不开悟的话啊，一听这边跑到这边去了，是这样。所以可惜很多人很想持戒，没有开智慧眼，没有开悟，没有把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开出来的话，自己太软弱了，又掉下来了，又犯戒了，又伤害别人，自己很惭愧，不过没有办法避免。然后就不妄语呢，不骗人嘛，那做生意是很坦白了啊，跟他讲我应该赚多少钱呢、我们同意这个价钱的话，那我卖给你啊，不骗人呢，好就说好，品质比较差就说品质比较差，这样我教我的徒弟，不应该这个不好说很好，可以说这个品质比较差所以比较便宜，这个比较贵因为它比较好，你选哪、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应该把人家占便宜嘛，骗人家就表示说我们认为他太笨了，他不值得，这样怎么对待一个客人呢？是不是我们应该尊重一个朋友一个客人，他总好缘来跟我们聊一聊买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对待他，应该对待一个客人总好缘来一样啊，哪里还想还有人性在那里想骗他，这样就不是人嘛啊！这样我教我的徒弟，当然他明白了，像我们自己去看那个朋友，那么被骗是不是我们很伤心啊？那不要骗别人嘛，这样互相对待的话，过来好久大家习惯这个君子的风度，还回来我们君子的那个风态啦，就世界就不一样。我看那个林语堂的那个故事啊，他讲那个故事啊，里面有讲很多小小的故事，他说他去游历，不是他啦，有一个他的里面那个人物啊，去游行嘛，经过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做生意是很怪怪的，卖的人啊想卖最便宜，买的人那么想买最贵的，你们记得不记得这个故事啊？那个好像说金花园啊，就是在里面嘛，有没有看啊？没有。这是中国的故事啊，不是越南的故事，说师傅骗你们。在里面讲那个故事，卖的人想卖最很便宜给客人，客人那么想买贵给他，怕他不够钱用，赚不够那个利息呢，
那个卖的人呢、啊，怕卖太贵的，不好意思，大家在那里挣扎，为了一个要卖便宜，一个要买贵。我们世界就不一样啦，比较相反啦。林语堂啊，他是很有幽默的一个作者，他喜欢世界啦变成这样那么好，他有可能有修行的，他有开悟啦，听懂吗？他没有办法劝大家应该这样那么好，他就用他的心啊写出来故事，所以他的故事才那么好玩啊，才那么出名啊，到外国都出名啊，应该知道吧？中国人有一个人那么出名那么好，应该自己感觉到很骄傲啊。中国人哪国人都好，他写好我们就鼓励他，就说他好。还有我们的徒弟，当然我没有时间把那个戒律都讲在这边啦，不过我讲一点点大概的重点给大家知道，我们修行观音法门的人啊，对人类、对宇宙、对社会、对隔壁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好的帮助的。那一个人不伤害你，一个人不打晃你，一个人不抓你的太太，不抓你的丈夫，很端庄的一个人，很清白的一个人，是好的隔壁嘛。他也不伤害的动物，草木也很谨慎，不需要的话不砍不割。当然我们很喜欢做这种隔壁的，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喜欢有强盗在隔壁啊，我们不喜欢骗人在隔壁，我们不喜欢那个亮来亮去要抓我们的先生太太的一个邻居的，是吗？好，那我们修观音法门的同修是真正的你们的好的隔壁的，他会保护你而已，他不会伤害到你的财产，他不会伤害到你的生命，你的草木、你的狗、你的猫、你的先生、你的小孩、你的太太，他能帮助就帮助，他来不及帮助他不会伤害。然后他不喝酒了，不赌博了，不打吗啡了，那种人啊没有理由啊可以被逼到绝路应该做坏事，听懂不懂？他不赌博嘛，有的时候赌博的人啊逼到那个绝路啊做很多坏事啊，或是打吗啡以后没有吗啡可打的话就很紧张啊，很受不了了，就去偷了，去抢了。他不喝酒，他不会醉，他每天头脑很清清楚楚，他做事不会伤害到别人，他不会回去醉的时候打太太、丈夫、狗、猫、小孩等等。所以我们的同修，真正的修行观音法门的人啊，是如是那么好。一个好的人，即使他没有做什么对社会好，他已经太好了。懂不懂师父意思？如果每个人这样那么好，我们的社会自然会帮助了，自然会好了。不应该讲大话写大的文章说我很爱国，我很棒，要帮助国家，我很爱别人，我这样这样这样慈悲博爱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的内心，不是用口的。那除了这些戒律啊爱心的功课，我们徒弟每天还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得到这些戒律的，这样是我教我的徒弟，然后教他们怎样打坐才能够找到自己最伟大的力量，能够每天帮助我们的生活。我们那边有佛吗？听说佛在心。我们那边有天国吗？听说上帝住在我们的那边啊。那我教他们怎样摇醒这个那边的上帝，叫他出来帮我们忙，怎么样摇醒那个那边的佛，叫他出来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很顺利啊。要直接也很清楚，因为这个那边的佛会帮忙，要做好事也很顺利，因为这个上帝那边会出来做足的，不是我们反复的乱七八糟的头脑做。所以难怪我们的同修当然越来越好，越变成好人，帮助自己帮助社会，是做很好的一个隔壁，也很好的一个公民啊，国家的公民。
所以我认为任何的国家如果允许我们自己的人弘法宣扬这个方法给大家共修的话，每个国家都没有问题的。那么好的一个东西应该欢迎他来，是不是？如果真正有爱国的精神啊，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怎么好，应该欢迎来啊，来不及拿回来啊，何况人家进来贡献免费跑到我们的门口给的。不过世界是真正的很难沟通啊。好，我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因为好的东西啦，意思说慢一点或是早一点啊，人家会闻得到，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不喜欢闻他也会闻。像那个香水嘛，我们有的时候我放在我们的身上啊，没有放到别人啊，不过别人也会闻得到。我们盖也盖不住这个香水，盖不住没办法盖。所以我们有来大陆的时候哈，我们和徒弟差不多50多个住家和在家人来，我们没有热闹做什么事啊，人民都骑进来问我们东西的，不是因为我们住家人剃的光光头他们才来问的。我本来认为这样，结果不是。有一天我到普陀山去拜访那边的寺庙嘛，普陀山是对佛教很出名嘛，我已经过去了，我去玩嘛。到普陀山的时候我们没有买到票了，所以我和呢八个住家人啊被夹住在那个楼梯下面，那边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在那里坐在那里啊，我们没做什么事啦，就坐这样而已啊。啊，过来一回合，哎，那个床啊，床是这样子呢，外面有窗户，有没有玻璃的窗户啊？那个楼梯就是靠近那个船的墙壁吗？我们被夹在那里啊，楼梯下去的人看得到，窗户的人过去也看得到。我在那里打坐吗？无聊吗？等一下我就忽然醒过来，哎，四周都是人啊，他们是在那里看，每个人大大的眼睛啊，窗户的人黏着鼻子黏在那个玻璃，在那里看进去，楼梯的人排排排排队看下来，四周都是被人包围的，他们黏在那里，每个窗户都十几个眼睛。不过他们的看呢、啊、都很善良的气氛啊，很敬仰的那种。我就比较害羞了，我就说你们看什么啊？他说尊重你们嘛，尊重看嘛。我说是尊重住家人啊，我认为这样。我说上面啊100多个住家人在上面啊，你们上去看好了啦。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150个台南的住家人跑到普陀山，也是去朝山啦。我说上面很多很多，上去看。他们不肯看，在那里盯我们看啊。我不晓得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不是装这个才说跟别人不一样啊，才看，没有啊，我装跟他们一样啊，还这样的盯着看。然后我就好奇，我认为因为我们住家人嘛，我就跑上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对那个150跟那个住家人有一样的那个态度。没有，他们几十个坐那里，十几个坐这边，没人理他们，站在旁边这样而已，一眼也不看啊，就来看我们，然后问东问西。我就怕又造成风动了，我叫徒弟你们都上去了，他们要问什么去别的地方看，别的地方讲话了，不要在我旁边讲话，在这里也不能，在师父旁边也不能发书，不能，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讲了，让我休息。我就把那个帽子盖起来睡觉。过了一会儿开帽子看看，还是人在那里看，去哪里都有人闻得到我们的什么味道。嗯，所以我们不应该广告啊，听懂不懂？是不是真正的修行的人发出一种不一样的气氛啊，会吸引人啊。所以你们修观音法门的人，是不是很多人忽然间又挤进来了，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大家喜欢来问东问西，有的时候也不晓得该问什么，也是挤进来就对了。所以真正的修行的人啊，就像花一样啊，它自然会开，自然会发出那个香味，不能盖的，这个不能盖起来的。
上游的人他修行了有发光啊，他要盖起来也没办法盖的，他自然发光这样，他不是故意发，他要盖起来也没办法。像什么人啊，你们有爱情的时候啊，每个人都知道盖也盖不住，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怕，不怕没人知道我们修行，就怕我们不修啊。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他多坏多好，他里面有这个大智慧，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那个大智慧里面会闻到我们的大智慧的味道，不是他的头脑，不是他的反复好坏的习惯的，他的习惯跟他那个那边的智慧啊没有关系的，那个智慧里面还是永远存在，还是永远干净单纯的，还是永远有力量。像那个一块金刚啊，被埋在多么黑暗的那个热色的里面啊，拿出来的还是亮啊，它不会被污染的。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要还回我们的，意思说珍藏的那个品质啊，对待别人是应该用佛性对待的，用那个大智慧对待他的一个大智慧的，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骗他那个那边的大智慧的。我们骗他是骗他那个凡夫的看法而已，不能骗他那边的佛心啊，不能骗他那个内在的上帝。所以我们修行，我们找到我们的内在的天堂、内在的上帝、内在的佛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以佛心、以上帝、以天堂的状态对待别人，对待别人像天堂的人对待天堂人一样的话，世界会改变了。所以即使你们跟师父说你们不想去佛土，不想去天堂，很想住在这个世界，我同意，不过我们还是要修观音法门，还是要修行，还是要开悟，还是要精坐，还是要持戒，还是要检讨我们身口意，还是要净化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地球弄漂亮一点，让我们可以住得好，我们的子孙儿女啊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遗产。不然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小孩都不负责任的，我们不是真正的好的父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啊，不是靠钱生活而已啊，还是靠感情啊，靠气氛啊，靠和平的国家，靠和平的气氛啊生活的，靠爱心的。爱心我们应该留下来给我们的小孩，和气我们应该留下来给我们的子孙啊，我们才是真正的好的父母，我们才真正的疼爱这个地球了。我不叫你们应该回天国，而是应该想佛祖的地方，不想没关系，把这个世界弄干净就可以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宗派的说修人道就是修天道，也是没有错了，我也同意，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人生弄得好好的话，那这里就变天堂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尽责任，不弄好，不把我们身口一干净，不把我们的地球的气氛洗得干净的话，那我们不能怪什么政府啊，不能怪什么主意啊，不能怪什么气氛啊，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负责任。地球怎么样，我们人每个人都有那个责任呢，并不是说能怪什么人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想得很坏，我们认为没人看到啊。不过这个有重量啊，我们的念头都有重量，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跟什么人吵架了以后，都气氛不舒服啊，看他一眼就不想看啊，一靠近他就气氛不一样啊，受不了啊，这可是叫不好的气氛，不好的气氛有重量啊。因为他的念头那个时候和我们的念头那个时候不愉快嘛，
那个不愉快的气氛真的有重量，会压人啊，是不是？啊，我们说我受不了，那个压力太重啊，因为这个气氛不好，有重量啊。我们结论就是，不管你要去天国，要去佛土，或是要住在这个世界，都应该修行的，都应该要静坐，每天都要修观音法门，意思说要跟我们那边的天国沟通了，才能够处理这个世界的事情好好，还是要直接的清楚，还是要关心别人。不过任何的持戒、爱心、关心别人、检讨身口意，都是开悟以后的事情的，开悟以前呢，别谈了，难做难做难做。开悟了以后，我们记忆力才增强，我们才知道啊，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才真正了解。开悟以前呢，要做的东西很多，得到是很小，因为心很乱，没办法专心，没办法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好事也做不好，坏事更糟糕的。师父，他第一个问题是上帝跟佛有什么分别？上帝就是造化嘛，佛就是指明事了。不过真正的佛就是上帝，那个佛他派那个小佛沙来，有的时候他派在印度，我们叫他释迦牟尼，那叫佛啦。然后他叫派在希腊，我们叫他苏格拉底啊。他派到那个犹太，我们叫他耶稣基督，都是从那个最大的那个派沙来的，最大的我们叫上帝，不是佛祖。佛祖，祖母啦，生祖来佛的，这叫佛祖啊。OK， 师父他问说，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天灾人祸，什么时候才有人间真正的净土？我已经告诉你们一个办法，我们从自己本人开始的，然后才能够传染到隔壁啊。他看了我们生活很好啊，我们榜样那么高雅。他会追随追问，我们有机会传给他这个和平的方法，那跟师父修观音法门，每天挖出来我们的智慧，叫醒我们的上帝或是佛祖来帮助我们，每天检讨自己身口意，每天持戒的清楚，就世界和平了，不用问了，明天马上和平了。如果每一个人做像赤福江一样，明天马上和平，是不是啊？就没有人做嘛，大家都等隔壁，你做，你先做，你先做给我看。好，那你们先做嘛，然后隔壁会看。没有人做的话，我们要做啊，就越多越好，越多人越好，越快越好。那么恳祈，还在这里问。观音法门是不是就是净土中的念佛法门？包括在内，我们修观音法门，可以简单看到佛祖、阿弥陀佛，简单看到观音菩萨，简单看到净土的，所以也包括在内。观音法门包括任何的法门，包括天主教，包括道教，包括佛教，包括任何的，因为你修观音法门，你会看到你所要求的那个宗教信仰的那个净土。你喜欢阿弥陀佛的国家的话，你修观音法门，你会得到那个。你喜欢耶稣基督天国，喜欢耶稣基督玛利亚，你也会跟他们看到沟通。你喜欢 Guru Nanak， 你喜欢那个 Krishna 啊，那个 Mohammed， 你也会看到这些教主。你喜欢那个释迦牟尼佛，你希望观音菩萨，你会跟这些沟通啊。观音法门是包含任何的众生的要求的心态，无所不有的，无所不能满足的，这是叫普门的法门啊，任何都会得到，任何都会满足啊，这个是，所以说我才说最伟大的法门。
他又问说，观音法门除了可以了生脱死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某种神通？可以，不过我劝你们不要放心在那个神通那边，因为神通会绑人啊，像小孩被绑在那个玩具一样啊，是不伟大的，听懂吗？我们要帮助别人，要了生脱死，要知道自己是谁，要帮助宇宙，不要玩神通啦。神通是很多啦，不过你们用这个自己会有问题。他请问师父对于那个密宗有极深成佛那个的看法。你是意识成佛的？就是说密宗常常说我们就这个肉身这辈子成佛，这辈子成佛啊，我同意有这种方法，观音法门就是一生成佛的。那我不晓得哪一个密宗修什么法门，如果他也修观音法门的话，那个密宗就对了，一定会一生成佛的。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ne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好高兴有你收睇今日嘅智慧之语节目。周二请继续收睇《意念的奥秘》第三集。焦点新闻后将播出艺术与灵性节目，敬请锁定无上师电视台。祝你有愉快的一周，充满喜乐与内心的平静。 It is our joy to have your generous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s of Words of Wisdom. Part 3 of the Mystery of Human Conceptions will continue on Tuesday.Our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is up nex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We wish you a blessed week with much joy and inner tranquili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